大家好，我是阿达，我是康康，我们是达康的康导。好玩啊啊！一直啊，说真的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讲一个真的认真一点的事情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个关键的日子，你真的是要到了吗？哇，讲这个很紧张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真是蛮紧张的、啊。而且你家对那种敏感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吗？超麻烦的，超麻烦、啊，真的很麻烦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这种世代之间的那种冲突啊，真是很严重。对，沟通上面嘛，嗯、真的。哎、欸，你家也是这样吗？我家还好，不过很多人都不愿意在家里提起这种事情嘛。哦，对啊，就很怕吵架啊，干嘛的？对，真的。但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、欸，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、积极的去沟通，对吧？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是你不能放弃啊！你要哎、欸，我每次都苦口婆心的劝哎、欸，我都跟他们说，你不要相信他、啊、这个事情，真的是他们是骗你上当了，等等等等的。哎、欸，告诉你，真勇者哎、欸。没有，我每次讲到最后，其实心情都还是会很难过，因为你总是不想要伤害他们感情嘛，对吧？啊、说到这个，说真的是蛮沉重的。真的啊，嗯、而且哎、欸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、欸嗯，为什么不相信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圣诞老公是真的存在吧？不存在啊，存在啊。不存在啊！搞半天你不在讲政治啊？搞半天你不相信圣诞老公啊？谁相信啊？哇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你才可怕吧？你怎么一路活到今天的？你才怎么一路活到今天的？等一下，那你这件事本来打算瞒我多久啊？谁刻意瞒这种事情、啊？哇，这样以后怎么跟你讲段子啊？还没有那么严重，好不好啊？等一下，真的假的啦？等一下，我澄清一下，我刚跟你讲那个日子是总统大选日子、啊。我在跟你讲圣诞节啊，使用这种氛围提圣诞节，我还讲政治啊。甚至那种虚幻的东西也太遥远了吧？圣诞老公公才遥远吧？哪有啊？他可是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，甚至才是啊！哦，能比吗？哎、欸，他是真的会送你礼物的那个人啊。那对我来说已经连续跳票20几年了。那你也太不乖了吧？谁跟你乖不乖啊？你不小孩了，小学的时候该发现真相好不好？何况你是个35岁的小孩，35岁的小孩，每一个大人的心里都住了一个躲在登机箱里面的小孩嘛？什么登机箱啊？就不想长大嘛？啊、用这种物理的方式限制长大哦！天哪！等，你跟我认真啊？19寸的那种？谁跟你讲登机箱啊？好，总之没有圣诞老人啊。有啊。等，好，怎样？你现在是还有收到他的礼物吗？当然没有啊！你跟我讲半天。那是因为我不乖了吧？脑粉还脑残啊你！你那些礼物都是你爸妈送的啊！哦，你看他们讲的话都一模一样哎！我知道啊，他们试图告诉你真相。真相都是胜利者在说的好吗？你疑心病有多重啊？天哪，明明是人家的礼物，还说自己送的啊！这种借花献佛的谎言，大人还真的说得出口哦？就说没有圣诞老人，都是你爸妈送的，都圣诞老人送的啦！好，我问你。你有亲眼看到圣诞老人送礼物给你过吗？有，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，圣诞夜，我躲在我棉被里面，然后装睡。隔天中午，他走到我床边的时候，隔天中午啊，迟到太久了吧？他把那个礼物塞在我那个大袜子里面呢。好，他穿圣诞装，整套的，大胡子，银白色的，拿着一个大袋子，公事包，什么风格啊？没有，他还不想要弄脏我们家地板，换上我们家室内拖，你知道吗？那绝对是你爸办的、啊。我爸没有那么胖啊。你爸穿衣服里面塞棉花就胖了嘛？哎、欸，他可是真的用了芬兰的口音跟我说了一句 Merry Christmas 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那叫台湾口音，那是你爸英文讲不好而已。哦，你们，你们为什么都要把事实变造成你们要的样子啊？没有变造，就你爸变装。变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要穿着圣诞老人服装来送我们礼物啊？啊！你这种拙劣伪装是想要隐瞒什么？隐瞒什么？啊！你们想要隐瞒什么？就是你爸为了让你开心啊，不然呢？啊！大楼里面的监视器拍到的圣诞老人都假的、哦，你还调出来看啊？就是你爸很用心把衣服穿回家而已啊！啊真的圣诞老人去哪里了？一直都是你爸，圣诞老人被消失了啊！你用这种敏感的词啊你！你们通通都一样啊！大家都一样，都是什么无蛋主义者是不是啊？什么无蛋主义者、啊？是无蛋主义者啊！好好好好好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好，你听我说，真的。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冷静下来哈、哦，圣诞老人不存在。我不能放弃，我要救你！快点放弃好不好？你听我说，你也冷静，你也冷静，听我解释。我冷静，你听我慢慢的解释。好，圣诞老人是真的存在啊！你没有解释吗？你相信我、啊，爸爸。你错乱了，我、啊哦、爸爸。我是你爸，你醒醒，醒醒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心急了，我太心急了。对 对, 對不，不能这么直接，对长辈讲话是不能这么直接的。好，是。哎、12月25号嘞，啊、行宪纪念日快到了，对不对？话题转的好硬啊、哦！哎、欸，老爸，你还没醒啊你？对 对，我们今年来交换行宪礼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应该没有这个节日活动啊！哦，你看北极那附近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节日哦，对不对？北极应该过圣诞节啦。
我没有跟你讲那个，我没有要跟你讲圣诞什么圣诞节。破绽百出啊你！没有啦，真的。哎，你看北京那附近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呢，真的。你已经说瞎话是？人家冰山都融化成那样了。哎，你之前还嫌人家太冷啊，现在人家变暖了，你又不开心哦。我恨不得他冷一点啊。我不能这样子讲啦，在那么寒冷的国度里，鱼都在放假啦。你讲什么？语无伦次是不是？在那么寒冷的国度里，鱼都在放假啦。等等，这强调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在讲圣。我们在讲圣诞老人啦，我知道你刚强调什么奇怪字吧？你现在又在大声什么啦？怎么样？对啊，我就支持圣诞老人，怎么样啦？我知道你这样跟你爸讲话是不是？你谁啊？才不是我爸啊！终于醒了、啊！天啊！我在家里面，我讲圣诞的酒都要被禁，然后我在这里也是一样哦。你叫我多讨厌圣诞节？每天圣诞节我们家的袜子不是被撕破就被烧掉哎、欸，这么激进吗？连我脚上那双都不放过，明明就隐形袜了，还被查出来。隐形袜也不是真的隐形啊！我买五号的 size 可以穿到几乎隐形啊，五号也太小吧！我就用大拇指勾住前面一点点，然后脚跟勾住一点，看起来几乎隐形啊！好不舒服，不要讲了。那我大腿上的那个肤色丝袜也被查出来，那就不用穿了吧？哦，发了300多则圣诞文哎，好多，全部被检举下架、啊。下脸书的机制出问题了吧？我去年买了一套那个圣诞老人服装啊，我想要今年可以偷偷把它穿起来。这个都有啊！所以让我把它拿出来之后，发现它被他们染成蓝色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够费工啊！为什么这样啊？然后他们跟我说什么啊？没事啦。就圣诞蓝，圣诞蓝一样啦，不一样。圣诞本来就红色的嘛，圣诞就是红色的嘛。我觉得你话题越来越不对了。不是，我支持的是圣诞老公公，不是圣诞小叮当啊，没有圣诞小叮当，没有圣诞小叮当。我不是圣诞小叮当，我气到把我家里面的墙壁都涂成红色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把那个蓝色的很丑的那个圣诞灯把它钉到墙壁上，再拿一罐喷漆喷上一个大大的 M。Merry Christmas。A D E I N C H I N A。Made in China 你。哦。在标示衣服产地而已吧。我好生气，我拿了剩下的油漆哦，去到。我们那个社区活动中心、哦、有一个很大的绿色圣诞树，我就把它泼。好，冷静，冷静，把它泼。好，冷静，冷静。好，我红色圣诞夜。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太狂热，太狂热。你的圣诞节太泛政治化了一点吧？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太狂热，太狂热。不好意思，我太热了，我太热了。太狂热，太狂热。对了，要理性沟通，理性沟通，理性沟通。圣诞老人在赴北京，完全丧失理性啊！没有，我很理性，阿达。阿达，我是为了你好，真的。有点可怕。你看看，你不要一直看网络上面那些奇怪的、不正常的媒体嘛，你要思考。你在看什么奇怪媒体吧？哎，你没有看吗？圣诞老人后援会啊。北极乡民爆料公社，去哪里找到这种奇怪网络社团的、啊哦？有这么多资讯，你都不看不比较啊、哦？我不用看也不用比较，圣诞老人不存在就铁铮铮的事实嘛。你们到底为什么不相信圣诞老人呢？因为他不存在，因为没有人收到礼物，因为没有魔法。你不要自己没有收到礼物就变成这样嘛！你不要变这样嘛！你去问这世界上哪个小孩有真正收到他的礼物的？那你去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听话的乖小孩啊？好，你要这样硬凹是不是？那第三世界那些单纯的孩子为什么没有收到礼物？第三世界，你以为他一带一路是能去到多远啊？一带一路啦，你们讲什么啊？还有一个大袋子，然后还有一批驯鹿啊！你不要这样缩写，会让人家误会，好不好？你以为他一带一路是能去到多远啊？全世界，他的业务扩展到全世界了。全世界，你今天看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在要求一个几百岁的老人家啊？你到底多想帮他找借口？你懂不懂敬老尊贤呢？你啊！重点是他是一个有魔法的老人家。魔法？你几岁人啊？你才几岁人啊你？我在讲我，你我在跟你讲高龄化议题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哦？是哦，你在讲他几百岁才在跟我开玩笑啊？人瑞嘛，没有。几百岁，那就叫做魔法。谁跟你魔法？有魔法，他当初还要爬什么烟囱，然后弄我自己黑黑脏脏，神经病哦！啊，没有魔法的话，可以活到几百岁，一天送礼物全世界哦！啊，就是你不打你的脸吗？啊？怎么样？用你自己的论点突破你的盲肠了吧？你根本突破盲肠，你根本突破盲肠啊！你恼羞成怒是不是、啊？比喻而已啦。怎么样？没有魔法的话，可以送礼物到全世界，然后活那么久？有魔法的小精灵啊？有魔法的小精灵。听不懂啊！有魔法的小精灵，有魔法的是小精灵。你多想帮他开脱、啊？好，那我问你，那为什么自己不跳出来澄清说我是圣诞老人？吼吼吼吼吼！哇塞，你这口音根本就在歧视圣诞老人吧？没有歧视啊，大家都这样模仿他好啊。那你真的遇到原住民朋友是不是得啦得啦得啦的？才不会好不好？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不一样事情啊！你是这种人是不是、啊？不一样啦。好，你说圣诞老人为什么不跳出来澄清嘛？你知道他处境有多危险啊？他一出面可是会被追踪的啊，顶多被记者拍一下。他飞行的时候要闪过各国那个什么战略雷达、啊、飞弹啊什么的、啊，这种危险啊？对啊。而且有些国家是有反渗透法的、啊，什么反渗透法、啊？反圣诞法、啊？没有这种法啊！而且你知道，他要想尽各种方法侵入民宅，然后还要不被发现呢、欸？为什么被讲圣诞老人好像跨国恐怖分子一样啊？谁跟你跨国恐怖？你知道，真正恐怖是小精灵。小精灵，你知道他们还想要篡位，还想要全力架空他老人家，你知道吗？你哪来这种小道消息了？你去看政经官不了，真的。你还是不在讲政治。
精灵的精正经关不了。你还没有硬刚？没有，他一个人很努力的撑着，他很寂寞，压力很大，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迷路还找麻烦啊，是寻路，你讲错，是寻路。你迷路、寻路都有啦，没有那么多种路，北方寒的地方只有寻路，南方归顺来打工就迷路了。你的世界观格局也太敞开了吧？迷路可是会罢工的嘛？猜到了，劳权意识有多高啊？迷权啊，啊，迷权运动啊。你给我讲这词从哪里来的？没有，你去看《黑特迷路》啦。有够想看的、啊。有啦，之前 Discovery 还有播那个什么《万迷大游行》，你没有看到吗？那就是《迷路迁徙》的纪录片而已。没有，我真的不懂，奇怪呢。你明明就是叫你一个送个礼物的工作，没有？你怎么有生命危险？有生命危险？你要闪飞弹，还没有生命危险啊？搞什么反送礼运动啊？迷路你这样搞，寻路何其无辜呢？对不对？现实的既视感超标了。奇怪，都有吃有住的了，还要什么迷主自由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还是不要讲正日，怎么样？就是要民主自由啊！根本就是啃树皮搞破坏，人就是他天性，一群暴民，双关太多，双关语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圣诞老爷还不出他的圣诞水车啊？破破破破破！停下，对不对？停下！我觉得跟你讲这话题好可怕啊、哦！你的圣诞，我已经搞不清楚你讲圣诞节还是讲政治啊！冷清一点，我在讲圣诞节，冷清一点。但你的圣诞政治已经密不可分了。哎、欸，等，哎、欸，我们政治归政治啊，圣诞归圣诞，老人归老人的、啊。圣诞老人还分开了啊？够了，谢谢大家。